好厉害哦，很好的神奇的东西。Uncle Clark 在大整维也纳的安可中，在1911年到1914年的历史背景，每整点敲一个钟，现在是从8:59，等一下跳到9点，最上面也可以看到有罗马的数字。这安可钟是整个维也纳市区，蛮有特色的一些的景点，从圣斯蒂芬教堂走过来大概是2分钟。你们听到圣斯蒂芬教堂的钟声了？